一看就会的手工创意沙画，我儿子已经坐在这玩了快一个小时了。撕掉沙画卡上的不干胶贴纸，倒上彩沙，用刷子扫均匀，就是一幅漂亮的画作了。别看它操作简单，色彩搭配、细节操作都需要高度集中，不仅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，还可以培养专注力。有14种颜色，还有12张加厚沙画卡纸，用来做装饰画也超级好看。